这个马一业是我镇四云村健康救助对象，由我们第一清水屯地负责健康管理服务。疫情期间呢，实行每周三次问诊，了解健康状况。我们全镇有1717位重点服务人群，每天安排40-50人进行体检。他们派医生护士不间断地进行复查，照顾得非常周到，现在病情逐渐好转，这实实在在帮到俺们心坎上，暖在俺们心窝里。